There is IP video streaming sharing online. 您可以使用 OBS 串流软体，下载后开启软体，并在左下角加添加媒体来源，适合远端操控。贴上本机型 RTSP 即时串流协定的网址，确定在 OBS 软体里看到摄影机的画面之后，接下来要把摄影机的画面推流到平台上。在设定的串流中，选择您要直播的平台，并将之前在平台上申请的串流金钥贴上至空格内。点选开始串流即可开始直播。除了串流软体，您也可以选择具备直播串流的推流设备，例如本公司高画质直播导播机。另有更详细的导播机直播操作手册，在上方推荐影片可供参考。成功直播即可在 YouTube 后台看到画面。如果有更想了解的部分，欢迎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， 会有更多更详细的影片提供给您。